香港消防署早前已经推出了漏洞应用程式了。在 Apps 入面，大家可以了解消防署各项最新资讯，例如各项活动以至职位空缺。除了透过崭新的 AR 技术和大家互动之外，还有三个小游戏给大家玩，俾你随时随地获得防火及救护知识。想随时了解不同的防火及救护知识，快啲下载消防署漏洞应用程式体验下啦！